说到道医，可称得上不同凡响，这是中华民族医学史上闪闪发亮的名字。葛洪、曹洪景、孙思邈，当道教由民间向上层渗入后，大批有识之士加入了这个行列，道士们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同时在继承《黄帝内经》等传统医学养生学理论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儒医、官办医疗机构的独特的道医形象。这对于扩大道教影响、发挥道教保护民众健康的社会功能方面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批仙风道骨的悬壶济世者出现在中华大地之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许许多多优秀的道医，而第一位杰出的代表便是东晋时期的葛洪。葛洪出生于破落的士族世家，16岁开始读《孝经》《论语》《易经》及诸子百家之言，年轻时学过许多方术，对所谓神仙道养之法兴趣尤浓。后来他拜郑隐为师，这一个拜师行为大约就决定了他的一生。据说葛洪从师学习的时候，有师兄弟50余人，只有他身体瘦弱，不能胜任其他劳作，所以主动把打扫卫生之类的事承担起来，包括给师父研墨执竹、准备纸笔，甚至替师父誊抄经文。这些工作很重要，因为经过这条与师父接触的途径，他最后终于得到了师父的信任。年轻的葛洪出现大转机，师父郑隐除了把有关金丹之道的经典和炼丹秘术传授给葛洪外，还把《三皇内书》《枕中五行记》等道书也一并授予葛洪。头脑清醒的郑隐师父最后叮嘱道，这些秘籍卷卷有家世，但要去粗取精，有所选择的施行。葛洪没有辜负师父的希望，而师父也没有想到他的弟子最后竟成为名扬天下的炼丹家、医药家、道家。换种说法，他是一位知识渊博、杰出的化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博物学家、编外业余的军事家和一脑门子顽固神仙观念的道教大师。葛洪一生著书甚丰，《抱朴子》内篇20卷，外篇50卷，《神仙传》10卷，《肘后备急方》3卷，《背诵诗赋》《军事习仪单表兼记》130卷，编撰《兵士方记短杂奇要》310卷等数百卷著作，均出其手。葛洪的著述涉及广泛，在古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无所不及，而在炼丹化学和医学方面成就显著。他在医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是《肘后备急方》，该书中有关天花病的记载比西方医学家认为是最早记载的阿拉伯医生要早出500多年。葛洪是世界上最早认识肺结核传染性的人，并发现该病便有36到99种。葛洪比欧洲医学家早1000多年发现疥虫，比日本医学家早1000多年发现沙虱，并且提出了诊断和防治方法。另外，
书中记载了治疗狂犬病的方法，杀所犬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就是将狂犬打死，取其脑髓敷在病人创口上。这是世界上应用免疫原理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最早医学文献。葛洪的免疫思想启发了后世的医学预防思想，尤其是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作为博物学家、哲学家、医学家的葛洪，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在继承前人的医学理论基础上，他不墨守成规、泥古不化，而是创造性的发展了前人的理论。《黄帝内经》的针灸学说有详于针而略于灸的倾向，葛洪则重点论述发展了灸法，填补了前人的不足。作为急救之用的肘后备急方，葛洪非常重视症状的鉴别，严格区分死亡与失觉，也就是假死的界限。他有一句话，必可以救人于死者，这句话是他选择医方的标准。他多次批驳了那些妄说邪言和专门从事问卜的巫祝小人，嘲笑了那些不懂医术、不悟药石之救的平庸道士。肘后备急方中汇集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急急救经验，如以皂荚、半夏、菖蒺、桂屑、酒汁等为末，蜡管吹入患者鼻中，治中风失觉的涕通则气通的简易救急法。又如菖蒺屑蜡鼻两孔中，桂屑注舌下以救急，与今日含化硝酸甘油片的舒心作用甚相类似。又如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嚼取之，浸服之。寥寥数语指明了用青蒿汁治疟疾的经验。葛洪继承了《黄帝内经》治胃病的思想，创造出简单易行、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其坚持聪耳明目之术沿用至今。把一顶崇高的服务大众的桂冠授予葛洪，大概并不过分。多少个寂寞的长夜，或大山宁静，窗前一轮清月，或山风呼啸，林涛阵阵，一盏孤灯陪伴着他直到天明。为了深入研究医学，葛洪熟读前人《黄帝内经》等医学著作近千卷之多，他又深入民间收集医方，选而集之，写成了《御寒方》100卷。但又感到书卷数太多，内容繁杂，特别是诸多珍贵的药物，贫苦人家怎能食用？于是他再次仔仔细细进行筛选，终于集成了肘后备急方3卷。从100卷到3卷，绝不仅仅是一个由薄反约、由繁到简的医学学术问题。从这个100卷到3卷呕心沥血的过程中，一个善良而伟大的品格栩栩如生地树立在我们的面前。1600多年过去了，
我们又沿着这位大师的足迹，试图重新体验一下那份情感、那种思想、那种胸怀、那段寂寞苦楚而又光芒四射的人生。这些近在眼前，恍惚间又那么遥远。游人的脚步或急或缓，随意从他们面前掠过，欢愉的嬉笑之声正在冲淡他们的神圣，似乎没有谁会在他们面前伫立良久，凝望沉思。无妨，因为我们分明看到天地之间一行大字：为道者，以救人危，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这是葛洪留给我们的口号，它永远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是永垂不朽的医学准则。公元456年，一个男孩出生了。不知是不是老天有意安排，这个男孩命中注定要成为道士，成为继葛洪之后的大炼丹家、大医学家和道教大师。这个男孩就是陶弘景。他不是想找那个梁武帝拜他为山东宰相吗？对。他为了治国大事，就到衡山来，承认他治国之道，对吧？他是在衡山炼丹的。对，在衡山炼丹。这是个道士。就说在他那个出生地就在这个村，对不对？对对，我们宗谱上就有，对吧？啊，宗谱上都有，对吧？对对。那个你们这个村都姓陶吗？都姓陶。这个地方就叫陶庄，对不对？对。你问问的现在的陶弘景现在已经认识不清，对吧？那要搞，哎，给你干的。陶弘景自幼好学，根据南史记载，他读书万余卷，只要有一事不知便觉得羞耻。到了10岁时，得到葛洪所著的神仙传，便日夜研读，由此建立了修炼养生志向。他博览群书，善琴棋，攻草隶，习文学，好道术，明阴阳五行，熟凤角星算，知天文地理，懂医药丹方。成年后在朝廷当官，37岁那年，他上表辞官辞禄，退至江苏句容句点山，也就是今天的茅山隐居。以后齐明帝、梁武帝多次请他出山，他坚决不出山，以致朝廷有了大事，常常到山中向他咨询，因此民间便有了山中宰相之称。多亏了他的这个坚决辞谢，道教上清派才有了不可或缺的承传人，才使上清派茅山宗得以开创。更重要的是，历史和民族感激他没有在朝廷当官，中国医学才有了补阙肘后百医方和本草集注这两部重要医著。百医方在医学理论方面的贡献有：一、将先秦道家，尤其是内经的精气一元论思想，用于阐释人的生理病理方面。陶弘景指出，有一种与天地阴阳之气、恶气不同的独立之气，这种气能传播急性传染病，
一入人体就会侵克脏腑经络而使之衰竭，这是对内经六气的发展。二，提出按病分类的主张。病虽千种，大约只有三条而已，一则脏腑经络因邪生疾，二则四肢九窍内外交构，三则假他物横来伤害。这对以前将疾病按生理系统分为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无疑是一个突破。三，在大量的临床观察中，努力探索鉴别症状的客观指标，可以说是将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迈进的一个起点，是中医史上的一个辉煌成就。陶弘景的《本草集注》七卷，载药物730种，是继《神农本草经》后对我国药物学的第一次总结，是一部在药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划时代的名著。梁武帝天监四年，也就是公元505年的春天，在大茅山与中茅山之间的鸡金岭东界，冉冉飘升起一股青烟。陶弘景神色冷峻地注视炼丹炉中的烈火，上清派的九转丹正第一次投入炼化过程。其实陶弘景此刻的心情并不愉快，似有一块大石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这次开炉炼丹并不是出自陶弘景的本意，而是奈何不得当朝皇上的再三请求。他非常清楚替皇帝炼丹是个什么结局。此外，上清派以精气神修炼为主，一般不从事炼丹，所以在炼什么丹的问题上，他已是苦苦思索多日了。从登真隐诀和太平御览中我们得知，陶弘景这次选定九转丹是颇费心计的，因为这是从大量丹书中精细选择而最后确认的，是他的本门宗派上清派的正宗丹法。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炼丹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炼丹行动，他先后经历七次开鼎和多次失败，时间长达20年。从某种意义上说，陶弘景面对熊熊火焰整整伫立了20年。第二次失败后，陶氏于天监七年前至浙江温州和福建福州，以选生计旷绝之地炼丹。天监十一年，途经永嘉至木流屿，本拟上岸起屋，但武帝招反。天监十三年，梁武帝又为陶弘景修建朱阳馆，在馆东侧建药室静院。次年移居新馆，至公元524年再次屠顶起火。
元525年，陶弘景异域的再次开鼎，也就是第七次开鼎。古籍生动地记下了这一玄妙而又灿烂的时刻。光气照烛，动心幻目，形制似前者而加以彩虹杂色。陶弘景大师终于成功了。九转丹炉中的烈火，替明代李时珍开启了金石药类的大门。《本草纲目》八至十一卷，金石类，共记载药物134条，其中引自陶弘景《本草集注》卷二玉石类的原文57条。我们太想发现什么了。一千多年的风雨把这里冲洗得如此干净，连同一顶神奇的炼丹炉，我们很难想象20年生活在这个山涧中，整日面对炉火默默不语，孤单寂寞，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另外陪伴陶弘景的还有他三位忠诚的弟子，20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整个青春乃至整个人生只换来几个药方而已，这几个药方到今天能否为我们所用也不得而知。但是他至少启迪了后代中医们的智慧，为中医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同时我们似乎懂得了中国美学的一个范畴，苍凉。道教啊，是咱们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一个教。黄帝内经呢，它有很多内容和道家的思想分不开的。他的养生啊，这个都是和这个道家追求长生不老的这个思想是息息相关的。这些学者本身也都是研究医学的啊，他为了这个要追求长生不老啊，就必然要在医药方面下很多功夫。葛洪、陶弘景和孙思邈这三位医学家呢，都是中国医学史上医学非常著名的医学家，同时呢他们也是道教徒，他们在道教医学方面的贡献也是非常卓著的。